天下事线上谈系列，那么如果回顾过去的这一个市场，还有之前的这个前传呢，我们的前传有两场，那么我们正式推出这个天下事线上谈呢，已经办了4场，所以总共已经有6场，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第7场，这个讲题是反跳槽法，对垒这一个罢免法，那么到底哪一个？比较好，或者说到底哪一个更适合，马来西亚的这个情况哦。好，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座呢，我们请来了，这个一位的这个 YB 啊，张念群，那么我们请来了一位的这个教授黄金发，也请来了一位的这个学者，博士这个林志汉哦。那么今天呢，同样是龙血活堂的这一个天下事线上谈的系列这个招牌。主办单位呢，是龙血活堂的这个妇女组哦。那么我们的主持人是龙血活堂的秘书长，那么也就是我。那么这个主讲人呢，林志汉其实是这个龙血活堂社会经济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志汉也是这个情谊社的这一个社员哦。好，那么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之前呢，我先谈3个东西。第一呢。跟大家再推广一下，龙血活堂呢有赞助当今大马的这一个定业计划，也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呢，你想要读当今大马，那么你要订阅，但是你可能最近因为 MCO 疫情的关系没有了工作，或者收入减少了很多，或者你可能是大学生，或者你可能残障人士。哦，等等，那么你是有意愿要读这个当今大马新闻，成为订阅者的，欢迎你这个把你的资料呢，发到来龙血华堂的电邮，那么你可以到龙血华堂的脸书，你可以看到那个资料，那个电邮是 info klscah.org.my 哦，那么我们处理了之后交给当今大马，那么当今大马会activate，就是你会收到相关的这一个资讯，那么之后未来一年呢？你就能够成为这个当今大马的这个读者啊，好。那么第二件事呢，我们的这一个线上谈系列呢，办了几场之后，我们觉得要回到一种文化付费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听呢虽然是免收费，但是我们仍然欢迎大家乐捐，支持我们的这个每一场的这一个天下谈天下事。线上谈系列哦，我们办了这个6场，过去每个八一晚上啊，有些观众甚至是每一场都跟我们在一起的哦，认识了这一个每一个的这一个主讲者。好，那么这个文化付费呢，基本上呢就是你要乐捐赞助多少都可以哦，1块、5块、10块都可以，哦，甚至更多啊。那么去到这一个我们龙血华堂的银行，就是 Public Bank。他的这个户口的号码是30773401127哦，我重复哦，Public Bank 30773401127哦，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看相关的这一个信息。所以你赞助了之后，你乐捐了之后呢，你可以把那个存款呢，发送到 WhatsApp 到秘书处的这个手机号码，0126645702。哦，好，所以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哦。今天这个龙血活堂妇女组主办的这一个讲座，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讲题哦？马来西亚呢，长期以来都有这一个跳槽的这个情况哦。最近刚刚解散州议会的沙巴这个东西是很普通，在沙巴这一个跳槽啊，跟我们喝茶一样平常。好，那么跳来跳去。这么多的这个跳槽呢，从朝野政党到这一个民间社会都有很多讨论，如何去应对，如何处理。所以向来呢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反跳槽法。那么事实上也有一些州政府已经有这个反跳槽法。那么当然，反跳槽法呢一直以来有它的一些讨论或者一些争论。比如说谈到说我们的联邦宪法规定，如果有这个反跳槽法。那么，如果你跳槽了之后，你辞职，但是辞职了，你5年内不能够再出战这个大选，所以联邦宪法能不能把这个部分的问题修改掉？
然后反跳槽法也有一些讨论，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被当成是侵犯人们的这个艺人的角色自由呢？哦，这些我们可以看这个等一下主讲人怎么来看。但是毕竟反跳槽法，我们知道是马来西亚谈得相当久的一个课题。那么比较新近开始提出来的一个主张呢，是说除了反跳槽法，是不是能够有另外一个讨论？被称为这个罢免法。哦，反跳槽法呢是 anti-hopping law，这一个罢免法呢是 recall election。那么最近台湾的韩国瑜被罢免，那么这个东西又热了起来。所以到底什么是这一个罢免法？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座呢，我们有熟悉的这一个反跳槽法，我们有比较陌生的这个罢免法。那么我们请来的三位的这一个主讲人呢，各自对这个东西呢都有着一定的这一个看法，那么他们可能也各自比较偏颇于某一种主张哦。那么我们看一下到底哪一个主张在今天马来西亚这个情况呢，更值得我们去采取，或者是不是双管齐下两个都要来落实这样的一个东西哦。所以今天呢，这一个反跳槽法、罢免法何者更好、更适合？然后孰优孰劣？所以我们请来的三位主讲人呢，我们这个顺序上呢，会先让这个黄金发教授呢来跟我们提出他的看法。那么接着呢，我们会请这个林志汉博士来跟我们谈他的看法。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国会议员古来的国会议员YB 张念群呢，来跟我们做最后第三位主讲人。那么之后呢，我们才回到才去到。讨论的这个环节，所以观众呢，如果有相关的看法、想法、建议，或者说你听了主讲人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问，欢迎你到这一个我们龙雪花堂的脸书，下面去留言，也欢迎你到这一个天下事线上堂系列，今天这场讲座的联办直播单位，就是这个透视大马或者南洋商报，他们的脸书底下，去留言。我们的秘书处同事呢，都会把这一些相关的问题整理过来，给这个主讲人。哦，那么等一下这一个问答环节呢，我们就会做相关的这一个讨论。OK，所以今天呢，这场讲座我们来开始我们的第一位主讲人，我们请金发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的看法哦，有请金发。谢谢伟星，很高兴跟念群之汉，同台和大家分享这个课题的看法。那我有一个问题，三个点。那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生气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很讨厌青蛙，但是你讨厌的青蛙是什么？第一就是因为，他一直换政府吗？一直换政党吗？就说你讨厌他是因为好像你讨厌说有人一直离婚一直再婚吗？是这个问题吗？就是他不从一而终。还是说超越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对政党洗心忘旧之外呢？他改变党籍的时候，他是带坐一席，带枪投靠。所以第一个问题不同是，如果你不带枪投靠，你没有，你不是当选的议员的话，你改变党籍是你的事，是不是问题？那第三个情况是说，你个别改变党籍，如果你不牵动大局的话，那也没问题。那牵动大局，就比如说导致政权变天，那才是问题。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可能都讨厌。对我来说就很简单，我讨厌的原因是因为你弱化政党之间的竞争，因为你让政权倒台，让民众失去投票时候对政党的信心，这是我关心的问题。那如果不牵涉到这个的话，你要换多少次党？每天换一次我都不介意。我对政治人物没有任何道德的期待。啊，那如果我的考量今天是看在说他对整个大局的影响的话，比如说我们导致这个政权一直变天，因为每个人抢着要做政府，那有时候是抢着要跟联邦政府搭上线，有时候是抢着要跟州政府搭上线。那么这些问题的时候，你面对的有什么方法？那简单来说有三个方法，是不是？第一个 point 是有三个方法。第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在乎我们投选的政党，
能不能够由我们的承由我们的这个委托，就是他的委托不会半路出走。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是改变选举制度，就是 Nasri 那天在国会讲的，说你可以直接就全部用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 List PR， 变成说你投的时候是政党，那么政党列出，因为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的选区有很多个议员，所以一个选区里面政党会列出很多个名单，那么他中选几个前面几个就上，那么如果他跳槽的话后面的人就不上去，就是全面你可以就是直接只用政党比例代表制，你的选票就从投个人变成投政党，你还是投一张票，最简单的政党比例代表制就是封闭式政党比例代表制 Closed PR 就是这样子，香港的这个比例代表制就是这样，东帝汶的以前印尼1999年的都这样。第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改变选举制度，如果你不要全面改，你可以一半配套一半保留我们现有的，一半呢引入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所以现有的可以继续跳槽，那么因为在现有的制度下你不能阻止他，那么另一半呢，如果他是用政党名义的话，用政党名单代表的当选的话，那么他一走人可以跳，椅子不能够跳，所以你就变成说那一半靠政党，你直接投给政党的，你选党明明确确选党的议席是不会跑的，你选人的议席可能会跑，那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再看，这是第一个解决方法。第二个解决方法呢，为什么每个人抢着要去做政府呢？因为做政府太好赚，做在野党太惨，所以你要解决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对在野党好。那如果你觉得说做在野党就该死的话，你今天我觉得你是没有资格反对什么青蛙的。比如说你以前觉得说西蒙上台的时候，你觉得说那些前国政的人现在做在野党很凄凉该死，因为他们有多久风流，今天有要受多惨的这个折磨的话，那么今天如果你反过来的话，你要说这也是自作自受，因为如果我们的文化里面始终要歧视在野党的话，那你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跟着赢家跑，那每个人都不做在野党，你就有出现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是一个很结构性的问题，你不对在野党好，你是没有资格反对青蛙的，因为你是把青蛙从蝌蚪养出来的人。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直接去制衡跳槽的人，那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你有两个选项，一个选项就是一直我以来我们都懂的反跳槽法，第二个就是过去有人谈，但是在今年6月6日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在罢免选举中被拉下台之后更多人注意的罢免选举法。所以我的第一个 point 是我们有三个选择，改变制度，改变选举制度，对在野党好，取消不敢做在野党一直要做政府的这个趋向文化。第三我们去用反跳槽法或者这个罢免选举来解决。好，我的第二点呢是要说明为什么反跳槽法走不通。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彼此的立场，因为志翰的文章我也看，我的文章他也看了，所以我知道他最后的立场就是说两者都好，但是两者可以并行，但是如果你要制裁这个跳槽的话，你一定要用反跳槽法。所以我的重点不在于不在于说这个这个罢免法为什么重要，我先说为什么反跳槽法有问题。反跳槽法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维新提出来的，法庭上你过不了，所以你看到在槟城州在2012年就是2013年之前，他们修改了州宪法，制定了反跳槽条文，然后这一次二月政变之后一直有人说要用它来对付土著团结党的两个州议员，还有被共产党开除的 Afif 前行政议员，但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什么？因为最大的关键在于你法庭上过不了关，
所以这回到去，当然你可以有两个层面可以争论，一个说这是不是好的，因为如果是好的话，就算做不到我们还是继续要做。那另一个问题上，你要做的时候，这个做达到效果有多重要。那么你说先看说这个反跳槽法合不合理，那个辩论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它有没有违反一个人的结社自由。那有些人会觉得说1992年我国最高法院判这个他违反结社自由的时候，一定是法官是国政的人受了国政的这个立场。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包括像纽西兰的律政这个 Attorney General 律政司也曾经提出来说，这个他们有反跳槽法也应该修改，因为不合理。那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回到去说，一个社会上对自由的认识有多强。如果你觉得说竞争，政党竞争是好的话，那政党包括要接受他的议员可能会跳槽的情况的话，你就不应该过度去限制他。但是如果你觉得说这个政党很脆弱，你今天需要保护政党，那么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反跳槽法呢是合理的，因为印度的法官是同意反跳槽法，纽西兰的这个律政司反对，所以你要去争论那是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挑出这个观念上好不好的问题，你说实不实际的话呢，那很简单，如果我们要做怎么样做呢，就是你要国会两个方法，一个是国会三分二修改联邦宪法第十条第一节 C， 就是结社自由的部分把它说得很清楚，说不受这个不它反跳槽法是不受影响，不受反跳槽影响，就是你可以接受它。好，那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在国会取得三分二的话，那就表示说大部分的政党其实是反对跳槽的，如果大部分政党反对跳槽的话，就没有人会受跳槽的青蛙。所以简单的说，如果你做得到你就不用去做了。那么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法官如果这个案件去到法庭的话，那么法官决定推翻之前的判例，他可以，他只要找出理由的话，他们可以推翻之前的判例，那么你就解决问题。那法官会不会推翻呢？不知道。所以这回到去说，我们要花多少精力，你可以将每个州再设立一轮，然后每个州再排队上法庭，看他只要第一个判例判下来，你就知道说你应该是输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很实际的东西上你要看到效果的话，那么肯定这不是最实际的路。第二个方法呢，其实要回到去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OK， 反跳槽法啊，我们先说清楚，反跳槽不是阻止你跳槽，反跳槽的反是惩罚你跳槽，你可以跳槽的，跳完槽之后呢，你失去你的资格，就是用香港的话就是 DQ disqualify， 所以你要重选。如果你可以重选的话，那你要去重选。这基本的后面的意思是说，你要重新，你当初背叛了当初的委托，你要重新去找回了那个委托。那如果你按照这个说法的话，那就应该这么做啊。反跳槽法的问题在哪里呢？如果你要有效，你绝对不能够只惩罚主动脱党的人，你要连被动脱党的人都惩罚。因为很简单，如果我今天是要跳槽的，但是我宁愿留在原来的党里面每天跟你作对，只要我不跳槽，你就不能够用反跳槽法对付我的话，你的反跳槽法就无效啊。因为等到你开除我的话，如果开除我不会受对付的话，那我就更好，我就等你开除啊。所以为了反跳槽法要有效，你一定要去到尽，就是只要你违反党的规律被党开除，那你就失去一席，这是很简单的那个道理。那如果你要看印度的例子呢，印度例子去到说只要你违背党鞭的指示，你都可以失去一席。那么谁决定？议长决定，党可以向议会的议长提出来，议长决定之后法庭是没有办法插手的。所以这是去到尽非常有效的方法。那这个有效的方法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你的政党的议员呢没有办法违反党的纪律。
除非他准备失去意识。你当然说你怕什么，你是正义的，那你就应该面对这个结果，被开除就是好事，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所以就勇敢一点，被党开除就没事，开除吧。这样说法呢，是忘记了说在政治上你绝少会面对一开头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念群可以等一下可以补充说这是不是现实，在政治上有很多小小的问题会出现，你每个问题上你可能都有反对的意见，但是你不会为了每个小的问题说好我就跟我的党对着干然后被他开除。那如果你说好小的问题我们都忍到有一天忍无可忍，我们才公开跟党对着干的时候呢，你可能已经被损化了，你已经可能不会这么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治文化不是每天问你说 yes or no, 没有这回事，它是长久这个熏陶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反跳槽法，那个很具体的结果就是你强化党的领导，让整个党团结在党的领导人核心周围。这样一定是坏事吗？不一定，因为你要看你什么情况。在政党非常弱的时候，这可能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的话，那么下一次政党不小心太强，然后整个党违反民意的时候，议员也不敢开口，你就不要骂议员。因为听党话的议员是你要的。我要说的很白的东西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非常面面俱圆的选择，你做任何选择都有代价。如果你今天要党非常强势，以后就不要埋怨说这些议员只听党的话，忘了人民的心声。那如果你说要议员有时候敢于忤逆党的指示，你就不能够让党太强。不能让党太强，你当然就要面对说他可能会跳槽的情况。因为世上没有两全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选择的问题。我倾向于我反对反跳槽法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如果你英国国会作为标准，英国国会的政党的议员只有前座议员，就是在执政的时候做部长副部长的人，在野的时候做营使部长的人，不能够违背党鞭，其他的人你是可以违反党鞭的指示，党有时候会惩罚你，有时候就是轻轻给你一个耳光就走了，有时候骂你一下就算了，他们不会一定要开除你。因为英国人接受，如果我们今天行的是内阁制，党有机会单独执政的话，要制衡执政党的方法就是要允许执政党的后座议员捣蛋，英文叫做 backbench reward。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的话，那么国会就会变成行政机关的橡皮章。国会是行政机关的橡皮章，不是从马哈迪开始的，不是马来西亚独有的，是整个制度上，你如果没有整个配套，它就很容易陷入这种情形。走了第二个点，讲完了，就是这个反跳槽法的第一，你的这个法律上走不通，第二你会破坏内阁制民主的监督与制衡。那第三个小 point 是什么呢？是自套制度，假设说我们不介意吧，反正就是为了要政党强，我们不介意让政党强势一点，这个制度在马来西亚有特地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呢？如果比如说你在其他国家你有这个反跳槽法的话，你说你那一张票投给人，一张票投给你的票投或者投给人投给候选人同时代表政党，所以你说我要反跳槽是因为是人跟党是一致，不能够分开的。简单，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在人和党之外还有联盟，所以你是人等于党等于联盟。那么你今天会出现问题是因为你说
人不再等于党，所以你要去对付他。那万一党跟联盟不等于呢？我们拿具体的土著团结党作为例子，你先不要说2月24日那一天马哈迪做什么事，你拿3月1号开始之后，马哈迪帮在这个党土著团结党被他开被土著团结开除之后，那么马哈迪是所谓西蒙家泛西蒙阵营的，剩下的土著团结党是反西蒙的。那么如果你今天要去追究说谁违反初衷，你怎么确定当初选民那一张票给人的时候他其实是给党还是给联盟，你怎么确定？反调查法如果你没有联盟这个层次，你的问题只是说你要不要让党太强大而已。但是如果你有联盟这个层次，你面对的问题是你到底怎么知道选民怎么选。你如果今天说我们用一个反跳槽法去做的话，去如果今天用反跳槽法，那么你要面对的是谁呢？就是反西蒙的那几位。那如果你回到去说好，反正就是让民意做决定，我们不介意，反正就多几场普选的话，那简单。但是这回到去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每样东西你都是说好我们就要选举？是不是你能不能够确定政治人物都有这个条件这么做？所以这是你要去考虑反跳槽法的那个问题。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罢免法。罢免法什么意思呢？罢免法其实是补充我们今天选举里面缺乏的一面。如果我们今天去做工的话，我们跟我们的老板签合约，一般上会说主顾，就是这个雇主跟员工双方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解约，你只要给一个月通知就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选举呢，比如说古来的选民选了念群，那么念群要提前解约，念群就说我辞职就完了。但是如果古来的选民要念群辞职呢，他其实是没有条件的。罢免选举法很简单的就是说让古来的选民也有机会跟念群讲说我要提前解雇你。就是当然我不是针对念群，就是对所有政治人物议员一样的，就是我 hire and fire 是一个相对的权利。我今天如果有权委任你，我就有权解雇你。那个权利不能够是单向。那么如果我们来到这边的话，你想想看，一般的情况很简单，是因为一个老板可能很多个雇员，每个雇员可以单独行事。我们今天面对问题是一个雇员几千几万个老板，所以你要怎么决定哪一个老板说了算？请的时候你是用选举的，所以如果你要炒他鱿鱼，你也需要用选举，所以是罢免选举。但是我们谁来决定要不要老板要不要开会，要不要投票来罢免呢？所以你要有门槛。虽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有一个开头的门槛，然后有这个门槛之后，你就再去争取更多人支持，足够人支持的时候我们才来投票。以台湾的简单例子，第一个门槛就是18%，只要18%的选民签名，然后你核准他的选民，确定这些人是真的选民之后，你就给他2个月时间，确定的人当然是选委会，他就2个月时间去争取多 10% 的选民。如果你找到 10% 的选民加上原来 1%， 你就 11%， 你有1/9选民的支持之后，你就可以要求投票。那么最后第三个门槛就是多少票才能够炒鱿鱼。台湾的做法是你当然要同意的人多，同意炒鱿鱼的多个人反对炒鱿鱼的，但是你同时要过1/4，1/4可以是很低的。因为你补选的时候，你这个罢免投票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懒得出来投票，那么一个当初比较高票当选的人，可能因为其他人懒得出来投票，那他就输掉，所以会有争议性。所以我的建议是说，如果第三个门槛我们可以试两个，一个是选区选民过半就一定可以开除你，不管以前你多少票当选，今天只要开除你的人多过
一半你就被开除。第二，我们要考虑另一个情况，你当初的时候可能是比如说投票率只有 70%， 然后你是刚刚好 50% 多一票，那你其实是 35% 的得票率。那今天我要你 50% 才能够开除你的话，我等于在保障原任人呢，这里就没有效。所以我的建议说，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只要比上次他当选多一票，你就可以开除他。所以这个标准下来的话，我们就很清楚。那么下一个呢，我有一些我跟贵党的一位州议员讨论过，他就很担心说，那万一如果这些政治人物都用这个方法的话，我们不是比如说五统专去挑所有这个西蒙的边缘选区，你输了几百张票，你就去发动罢免的话，那我们不是都很不得空，每年都在选举。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限制说你什么时候可以罢免，你可能有一些情况下不能太早罢免，有一些情况下太接近下届大选的时候你也不能够罢免，因为你没有办法补选，你都可以设定。但重要的是罢免的理由是什么，我会提出三个。第一个就是你改变党籍或者联盟，因为你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你应该让选民选择要不要同意你。所以如果选民选择不同意你的话，那你就面对罢免选举。所以这跟反跳槽法的不同是，反跳槽法是强制性的，这个不强制。所以有些选举如果比如说从巫统挑去土著团结党，土著团结挑一去巫统的话，选民可能根本不在意，你用反跳槽法你就一定要选举，但是罢免法你有那个门槛，所以他先筛选的，看有没有反对的民意才来决定要不要选举，所以他是省时省力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犯罪被法庭定罪，但是没有到罚款2000块坐牢一年的程度。如果你罚款2000块坐牢一年，你就一定被革职。那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那选民可以决定要不要拉你下来。第三个可能就是你半年里面缺席议会超过 80%， 包括就算是医疗的理由都好。那用这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你都不休息的话，或许你不适合做这个工作。他不一定是开除你，但是允许选民要不要决定来开除你。好，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谈下去的话，那么这就是罢免法，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你把主动权交回给选民。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因为我们不应该假定说政党就代表了当初选民在投票的时候那个委托是五年一定不变的，因为政治千变万化。所以如果形势改变的话，那么他要不要，你要不要允许他改变他的政党党籍。我们谈回去哦，印度是最喜欢反跳槽法的，但是印度的反跳槽法是很讲人性的。他说如果你的政党分裂，只要分裂的人超过三分一，你就不会中反跳槽法。如果你要合并，合并的人过三分二，你也不会中反跳槽法。因为它其实是允许整个政党转型的过程，你不能够确定说政党在这一刻的那个立场跟定位必然是对的。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如果你要谈反跳槽法，你要等联邦国会修宪，或者最高联邦法院法官改变他的判决。但是反跳槽法你其实可以由州制定，罢免法你可以由州制定。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用那个理由，就是州用宪法来决定他成员的资格论，但是他没有宣示到这个解释自由，所以这一点上是还没有被确立违宪的。所以如果州这样子做，那么你当然制衡不了国会的青蛙。但是它有什么好处呢？两个好处。一个当然就是确立一个样板，让更多人看到说为什么罢免法可行。第二，你事实上可以伤害到一些国州两栖的青蛙。比如说甘巴的国会议员阿斯敏，你是没有办法对付他的。但是阿斯敏同时是国际山庄 Bukit Antara Bangsa 的州议员，
所以如果雪州有罢免法的话，你就可以在 Bukit Antarabangsa 把它拉下来。那如果 Asmin 在 Bukit Antarabangsa 拉下来，他想去做首相的话，他气势上就低了人家一截。所以我们谈总结的话，你今天要问为什么你反对青蛙，如果你反对青蛙的理由跟我一样，是因为你要看到健全的政党竞争的话，你要强化政党，那么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包括说选举制度，第二个我们要谈如何公平对待朝野政党和议员，第三我们才谈这个选举与罢免。那我刚才说了这个罢免反跳槽法的问题是它法律上有问题，它政治上会过度强化党，第三在马来西亚你有联盟的话，你连达到最基本的目的都很难达到。反跳槽反过来说把主动权交回给选民，它允许政党重组只要是选民赞许的，第三它可以在州先落实。好，谢谢大家。我讲长了。OK, 谢谢金发。好，所以呢我想起了这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金庸。如果说用吸毒来形容这一个跳槽啊，那么用东邪来形容反跳槽法。所以黄金发告诉你不要用东邪来对付吸毒，你要用北丐洪七公罢免法。哦，所以金发的主张是很明显的啊，就是认为罢免法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只是当然我们比较不熟悉它里边的那个运作，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讲解，我想我们会更了解说罢免法它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啊。那么尽管如此呢，东邪还是有它的看头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位主讲者呢，从他的文章他可能是要告诉金发我觉得东邪还是比北丐洪七公好哦。所以现在我们请林志汉主讲，有请。不好意思，没有没有。嗨，晚上好啊，谢谢主持人维新，当然谢谢黄教授精彩的讲词，刚才他带出了他的所谓的中心思想，我们相信我们会有各自不同，让我尝试我也准备了一个 PPT 哦，现在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嗨 YB 张彦群。哎，看到吗？好，看到那个那个 PPT 的吗 ？OK 吗？好好，刚才我们谈的就是两个法，我们谈谁孰优孰劣。那反跳槽法主当然是抓青蛙，罢免法现在很红，是因为韩国瑜，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概念，因为台湾有这个罢免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那个跳槽的问题。所以我们讲要用哪一个法律是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那个跳槽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用捕鱼的方式来去抓青蛙吗？我相信也可以。但是有没有效，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目标，是不是最好的方式，这有待商榷。我肯定的是罢免法确实有一些功用，如果你要用来对付青蛙也是可以的，但是它未必是最有效的，这是我先要给你们的一个概念。OK, 我们讲这个要对症下药嘛，我们讲这个两个法都是一个药来的，你要治病，那个病就是那个跳槽文化，跳槽文化带来的那个问题其实是蛮严重，因为也看到政局不稳定，可以对国家经济呢，对国家政策规划和运作，甚至公务员他们其实也无所适从，如果突然间你的政策有很多的变化，如果政局不稳定，你更加不知道何去何从。投资者如果这个政府在国门和西门之间摇摆的话，他们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进来。但最严重的是我觉得就是民主的那个损失，就是人民对这个代议或者选举民主的信心。那所谓的跳槽，当然这边有说有很多种方式，有个别的跳槽，林武灿和林建安是那种个别没有影响政局的跳槽，
从一个他们执政党一个党到另外一个党，那是发生在大概20年前在槟城。那全体跳槽就是我们进来那个喜来登政变的那个主导者，就是阿兹明派。我们也知道但我们所谓的跳槽呢，不是说换阵营就一定属于跳槽，这个是很多人的误解的那个误区。就比如一些政党，比如土著团结党，如果他们要政治联盟重组转去另外一边，他们不算跳槽，因为是整个党过去的。但所以我们讲这个所谓的跳槽确实会带来一定损失。然后如果是说补选的话，是否应该因为有这个跳槽带出了问题，我们应该补选？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损失对那个补选的那个花费那个价钱呢，我觉得是可以用反跳槽法补得过的。反跳槽法我说是一个专用药，因为它是专门治疗这个跳槽病的。而罢免法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好的一个法律，我说这个是一个常备药，是一个通知的。因为如果议员失信呢，或缺乏纪律不去国会呢，国会睡觉，如果你们很生气的话，或者滥用选区拨款的，这些应该用罢免法。但我觉得反跳槽法是专制的。当然我说的所谓用反跳槽法，不是因为这个我都说明这个是药了，它不是一个保健品，不是一个补品，没有人吃要吃到长期健康的。我刚才进发所说的那种大意是民主的政党的那些竞争的问题，我相信不是用这些法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应该回到根本。我也赞成进发所说的那个选举改革、制度改革，比如改去那个混合的那个比例代表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还需要其他配方和营养来调节。我之所以提出的反跳槽法的原因是，那重点不是在于是否是解释自由，我觉得重点应该是把这个因为这个是对民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选举民主，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反跳槽法，是因为要重新建立大家对民主的信心，还有那个正当性。所以第一，我们想要谈的是议员是什么，但议员当然是不给人吃的啦。议员是什么？议员是人民代议士，票选民意代表，所以这两个很重要，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人民认同他，要他做代表。如果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过后，人民觉得你背叛了我本来不是选你的，去选那个政党的，你做这样子决定，这个是一个对民主的背叛。所以人民代议士、票选民意代表和政党代表，当然因为很多议员是有政党身份的，独立人士是非常少数的，通常他也代表了政党，所以是有双重的身份，确实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跳槽是那么有争议性，是否反民主？刚才静发有谈了一些我们所谓的角色自由，不管哪 A 党你是怎样跳的，你要跳去 B 党也好，你要退党也好，这是角色，即使有党支，你是党主席，你要退党也 OK 的。如果你有党产的话，那你就退党了，就不应该保持有了，是不是应该归还，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中选的议员就不同了，那个问题是否你还可以挟持着这些这个议席，带着那个椅子走呢？当然有些的策略是先做独立议员，然后再变成一个 B 党的议员。所以这个带着议席的是否，我们是谈着这个价值的判断了，是否应该。当然现在的法律是可以允许，当然他可以带着走，我们谈的是到底应不应该。所以这个议席是属于谁的？是议员个人名义的呢，还是那个所谓代表中选的政党呢，还是两个都是？当然我问的是应是属于谁的啦。现在的情况是你一过党的话，当然那个椅子跟着那个人走的。而我觉得第四个可以说的是，应该这个议席是属于人民的，但遇到正当性受质疑的时候，应该要重选来鉴定到底谁才是这个椅子的那个真正的代表。所以你看，当我们进行选举的时候，先看选票了啊，你看选票那个样本的时候，你是看到有那个那个候选的名字，还有政党。那这政党旁边通常要的拉票的都叫你在那边打个叉，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模式。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了，火箭在华人社区人家都是用的，就是投这个了啊，投这个啊，然后蓝眼啊，蓝眼就是抬头蓝眼睛，所以看到蓝眼睛就打叉，看到火箭就打叉，这个很多老人家都懂的事情。所以是否每个人看到名字，这是有待商榷。你看看板的话，
李映霞恋群的前同事了。那时候他迎选的时候确实是火箭那边有打个叉的，大家是认那个火箭或者认那个联盟他投给他。然后这个是在玄儿的选区的那个纳吉的那个说共沙亚，可是他不是当地的那个选民哦 ,UNDBN, 然后这里在 BN 的旁边打一个叉。所以我觉得那个党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是选人还是选政党呢？我要有两个 case study 给你看了，一个是社会主义党的 Jayakumar, 还有李映霞。李映霞在2008年的时候中选，他是带着行动党的旗帜的，他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当他用自己的个人名义独立上阵的时候，他赢到的选票差不多5%而已，就代表真正人家支持他因为他一个人的成分的是超过5%而已。所以那个所谓到底议席是属于谁的问题，我不认为那个议员有资格有那个正当性说这个是我的，我带着走，因为人家是支持我的。如果你这样子说，你应该先去检验是不是真的。然后他在换政党的时候更加惨， PRM 的时候才拿到1%而已。我们也知道 Dr. Jayakumar 是公认的非常优秀的国会议员。那当时在2008年2013年是两届的国会议员，他带着挂着那个人民公正党的旗帜都正选，而他表现非常特殊，他在选区有长期的耕耘，人们都认识他，有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到2018年的时候，当然因为这个大局也在变，大家是想着要换政府，不是说大家不认同他，所以认同他最后给他票的差不多才3.5%而已。而因为大家要投给政党，所以那个人民公正党推选的另外一个议员的候选人的沙万就赢了 48% 的那个票数赢了。所以所谓那个政党的代表性也是在民主的一个配套的 package 里面，不能够议员认为这个是我的名字的我就可以拿走，所以我要回到去是民主的那个正当性。所以我认为说反跳槽是有效的专用药，因为第一它回归民主，要重新确立这个民意代表性的正当性，我觉得你即使要花钱也应该的，因为这个意思是属于人民代表，你代表他们的，你不能够带着走的，你要问过他们先。第二是这个反跳槽法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这个法律之下，历史是立即悬空的，如果你一跳槽的话，所以这个就可以稳下当下的政局，因为国盟就不会有足够的数目凑成政府了。你现在也看到他们只有几席的那个多数一席在国会而已，所以就立刻的阻断了这个夺权的那个计划。当然他们要过后夺权也可以的，如果他们可以在普选陆续赢的话。第三，反跳槽法是非常定义非常清晰的，很明确的。我们也知道如果是有反跳槽法的话，那个议席悬空后普选就比较快来了，就省时省力省钱。比起罢免法，刚才进法也跟你提了那个程序是怎样，要多少时间多少票，你还要走哪个要有一次联署书，然后你还要罢免一次一席悬空了，你还要再重新举行选举。而那个如果反跳槽法的话，直接悬空了就补选了，就可以很快的确定这个议席到底是属于谁的。所以我谈的第一点就是关于那个民主的正当性，谁应该继续代表。所以遇到大件事比如跳槽的时候，我觉得刚才从那个李映霞还有那个Jayakumar的例子就可以告诉你，其实你到底人民是不是真的支持你的应该受到质疑。因为如果是受到质疑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如果人家觉得你是会中到武汉肺炎 COVID 的话，你如果你当然你不能说一定没有，你怕的话应该立刻去检验啊，就告诉你我是清白的嘛。就比如民意受到质疑的时候，也应该有一样的同样的情况，应该去检验那个代表的正当性，而不是去默认原任者。这是民主的一环节了。所以正确的方式应该是 A 党他换去 B 党，他退党 OK 的，这个是结社自由。那个遗址呢，我觉得有一般像房产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子拿了啊，你应该来一次检验一个 test, 再参一次普选，看是不是你用 B 党的旗帜或者独立人士，那个意思是属于你的。我觉得这个是回到民主意义，我先不谈这个那个政党的竞争先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有那个正当性。
再来，这个当然反跳槽法很早很早，林吉祥在1978年的时候提了，那时候提的是他 propose 这个Prevention of Defection Act， 他差不多一样的内容了，就是说一个中选的国会议员，如果他辞职，然后被党炒鱿鱼，只要那个所谓他代表的政党已经替换的话，他就应该要要辞职，然后接下来就应该要有一个补选。如果他可以得到新的委托，他就可以回去国会。我觉得听起来是很合民主精神和那个意义啊。当然，刚才也提到是印度，印度其实非常严重，尤其在没有这个反跳槽法之前，曾经有一个大家很爱说就是 Ayaram Gayaram 这个说法，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国会议员在同一天他就跳了三次，他是独立议员，但是在一个州的一个议会里面他是那个关键的人物。在那一天呢，他有那个 United Front 的那个政党，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同一天他就换了三次的立场，所以才会有这个笑话说那个 Ayaram Gayaram。 因为所谓如果没有反跳槽法的话，大家就当作是每个议员是一个棋子，你一边发动政变，另外一边就会反政变。当然你有反政变的时候，那个得到权力人也不是傻的，他也知道你在反政变，他就会再有下一步，这样子来来回回拉锯战，当民主是什么，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 put a stop， 要尝试抑制。所以印度就在1985年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反跳槽法，那是Rajiv Gandhi， 1985年Indira Gandhi 是他的母亲，刚那时候因为被谋杀而实施，他回去国会第一件事做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也看到这个所谓问题，而当时他已经是最大的党，他担心的是当然在其他的州议会，印度很多州嘛，有一些人也是因为为了那些尤其是后座的议员为了要做部长而跳槽去反对党也是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全国性质的东西，所以他当时在国会他确实掌握了那个绝对的意思，他那时候就立了这个法，也不是因为等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为了将来。所以刚才金法师说的是当一个政党联盟有了三分之二可以修法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修啊，因为避免这个未来会有这个问题在发生啊，最好是这样嘛。然后当然他说的几个条例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他已经放弃了那个党那个党籍的身份，或者他在违反了党约，这些确实是在那个配套里面，因为当然议员也是懂得怎样玩那个游戏。但所谓的那种一次过这样子跳槽的，像阿兹米这样子的，确实是可以阻止的。当然有这个跳槽法的在国际上这不是少数，是少数，但是也是有相当多的国家，没有500个国家像卫生部长讲的，至少也有41个国家在2009的时候，尤其这个是这个所谓的反跳槽法的，尤其是在这种比较半民主或新兴民主的会比较多国家会有类似的条文，包括了新加坡，你请看这边新加坡第46他们的宪法第46章第二条文有说该国的国会的一席议员呢，那个席位将会悬空，如果那个议员不再是那个党籍，或者是被踢出去，或者是辞职，他就应该悬空了。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你看在表格里面，表里面是有的。然后关于宪法呢，第48章呢，取消国会议员资格的是有七个理由，跳槽确实不是一个理由。到现在来讲，如果想被罢免呢，也不是一个理由。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应该去修一修，因为它不是符合其中一个理由。那七个理由是什么？这边有提了，你精神不正常、破产、从事牟利性的工作。罪成刚才那个金法也说了，不少于一年，还有罚款2000，或者有人自愿会获取外国的国籍，或者无法
成交这个选举财务报告或者触犯的选举法律。所以如果是说要修法的话，我相信被罢免的这个，我怀疑其实有一些地方其实还是需要修改宪法的，因为有一些东西还是不是很协调，除了那个解释自由方面。我要提的是，就回到那个历史，1991年看这个这个所谓那个标杆性的这个案件，吉安丹的案件，为何现在所谓的州宪法或者法律，即使设了那个反跳槽法还是不能够执行，因为当时候的这个事情发生了，当时有两只青蛙在吉安丹，一个是诺丁沙烈，一个是穆罕默纳吉，汪穆罕默，他们是从四六精神党过党去巫统，然后当时那个州议会是完全是掌握在那个阿布，就是四六精神党和回到党两党的州政府，他就设立了这个反跳槽法，在他们宪法里面就预定那个议席悬空，而悬空后他们确实有参加补选哦。你看在那个表意里面1991年的时候补选的时候，他跳去了巫统，他拿到的罗蒂沙烈拿到的是4300多票。如果你看回1990年的时候，他的对手也是拿回类似的那个票数，就证明其实这个州的选民其实是要的不是罗蒂沙烈，他要的是四六精神党保住，或者这个州政府保住这个议席。所以罗蒂沙烈其实是没有资格说这个是属于他的。然后万穆罕默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四六精神党的时候绝大多数的选票胜出，但是一换党了过后就拿回接近巫统的那个选票，然后他们失败了过后，其实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代表着人民选民都不是选你的嘛，你是失去了民意的那个代表性了，可是他们去入禀法院去挑战这个成绩，结果这个就是那个出名的案例，这个当州议会对联罗蒂沙烈的罗蒂沙烈胜选了，这两队胜选了过后一直被人讥笑是法庭议员，因为人民都没有选他，是法庭选他。然后你不能说如果有反跳槽法的话肯定是那种独立人士或者换党人一定不能赢，著名的就是沙曼的那个胜利在新山1998年，因为他反对马哈迪那时候对那个司法的那个操弄，还有那个对党的议席的排挤，所以他就制造了那个补选，所以这个是非常师出有名的。然后你看他退出了巫统过后他以独立人士上阵，他不只获得更多的票，还有那个多数票，还有那个票的总数，这个是一个完胜，就代表是如果所谓的跳槽者是师出有名的话，是可以获得人民的委托，人民可以了解的。然后当然这个因为这个沙瑞的事情过后那个政府就修法了啦，就不要有人做这些事情，就放了这个第六这个48章第六条文说，一旦有人辞职这样5年内不可以参选。其实如果要有反跳槽法的话，这个肯定是要修改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议员们本身真的你不能说他们是因为贪图的议席而在大是大非的时候不能够表达，我觉得理念和原则是很重要的，你问一下议员是不是。所以我不能说因为那个比如党领导是投鼠忌器，所以不要最好是现在因为没有反跳槽法怕还会走到了一起走而不敢对付他。我觉得现在已经发生了，其实党是非常强势的，如果他真的是要排挤你的话，他们敢做，他们真的是怕因为议席会被偷走吗？也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但是如果是说有反跳槽法的话，即使政党要开除那不听话的议员，也未必他们真的一定会赢得补选的，因为人民是在看这的，如果政党做的不对有补选的话，民意是可以惩罚的。我相信在槟城的时候前那个州议员这女州是或许是有机会的啦，我觉得他确实是有一些想法，还有做了一些东西，也有人支持他对于槟州的发展项目的一些弊病。然后第三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不懂刚才没有谈到，就是反跳槽法是真正有效立刻可以阻止这个夺权的。你看是那个那个喜来登的政变的事件，那个
倒台的关键其实就在于这十位跳槽者 PK20。 如果是有反跳槽法的话，我们是真的是不能立刻组成政府的，因为议席将会悬空，然后当然就看他们会不会在补选中胜出了，我觉得可能性不会那么大，未必。但是如果是只有罢免法的呢，当然国盟就可以先组织政府，反正罢免法的那程序这么长，也未必那些选民可以成功，是不是？这些先把那些跳槽的先纳入内阁，给他封官，做了部长、副部长，然后改次，到时候参与罢免选举，OK， 我有这个优势的，我是政府了嘛，我可以捍卫，这次我输了不要紧，悬空了是不是？输了还可以再参选补选的吗？韩国瑜其实也是可以再重新参选的，可是我当然不要了。啊，应该知道是名声臭了，所以有两次机会。我觉得到底是如果是罢免法的话，就是不能够先阻止这个国盟先组织政府了。所以我认为反跳槽法是快刀斩乱麻，因为你看那个韩国瑜罢免案的那个程序是需要234天，你看很多阶段的联署书，然后罢免案成立公投，然后被搁置了才悬空，然后才补选。如果是刚才看罗定沙烈的案件，悬空了过后52天就举行补选了， Zario 辞职过后也是55天，所以在效率方面就是政治也是讲时间，那个时机很重要的。如果是反跳槽法的话，就立刻有那个效果，阻止然后省时省力，然后立刻检验民意看是不是真的，就好像牌局的梭哈啦，就是开底牌的是不是你是代那个应该是那个代表。所以我认为两者都好的，我觉得是没有冲突的，因为罢免法很重要，它可以针对那些跳槽以外的行为惩罚那些议员，比如滥权啊、滥用选区拨款、政治欺骗、私信等等，甚至发表了严重歧视的言论。所以反跳槽法是对付不了韩国瑜的，罢免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所谓的政治乱局应该也不会因为有闪电卷选而圆满解决，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大选过后政治版图不会有一个强势的政府。但是我们如果是真的不要那个沙巴跳槽文化的话，我觉得如果既然罢免法和反跳槽法都有可能需要修宪的话，我也就请国会议员们修宪吧，去用这个反跳槽法主导这个政治寻租的后路，因为我要反对党和政府都尽他们所职，做好他们的本分，不要一直想去夺权啊，固守他们的位置啊。但是那些比较被动的，比如被开除或考虑换党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就尊重民意，寻求民意的委托吧。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个坏事。所以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好，谢谢志汉。那么在进入第三位主讲者之前，我再提三点。第一点，好消息，我们的文化付费终于有人乐捐啊，所以欢迎大家给我们更多好消息。好，所以文化付费呢，龙雪华堂的这一个银行账号是 Public Bank 3077340127。我再重复啊 ，Public Bank 3077340127。哦，那么我们刚刚已经收到有人通过文化付费乐捐经文的这个讲座，那么谁要在这个给予文化付费的呢？就请这一个根据我刚才提供的号码，银行号码来支付，那么把那个汇款的那个存款的那个传单呢WhatsApp 到这一个秘书处的手机号码01126645702哦，你可以在这个龙雪华堂的这一个脸书，就是现在直播的这个脸书呢看到相关的这个资料。好，第二点呢，这个讲座虽然刚刚有了两位主讲人，我们还有第三位主讲人，还有这个观众的问答环节，我先预告一下哦，明天龙雪华清和雪龙父亲，福建会馆的福啊，雪龙父亲联办沙巴选举，东陈西就或是东挑西挖、哦、所以明天晚上8点呢，在龙雪华堂青年团的这个脸书呢会直播这一场讲座。那么主讲的呢有冯景哲、张孝仪、张运豪、哦、所以这个是明天的那个讲座。
好，那么回到来刚才的问题啊，我想很明显的进化和智汉的看法呢是有这一些东西是不同的。虽然智汉说他两者都认为是需要的，但是智汉也提到了说，在跳槽的这个部分呢，反跳槽法是快刀斩乱麻。好，那么所以进化跟智汉个别用户某一个主张呢，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的第三位主讲者呢，他是一个 political actor， 所以他是这个政治的参与者本身。他的同僚西蒙，或者其他政党的联盟呢，作为政治上的同僚呢，都有这一个跳槽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的第三位主讲者，让我们来听一听他本身作为一个政治参与者，他怎么样看待反跳槽法和这个罢免法。好，有请这个念群。谢谢维新，谢谢金发，谢谢志汉，谢谢龙雪华堂今天给我这个平台跟大家谈一谈反跳槽法以及罢免法。那么我想呢，刚刚两位主讲人其实都提到，那么也是我觉得非常赞成的一点，也就是说现有的宪法讲说，如果一个议员辞职五年后他不能够竞选，这个绝对是很严重的去侵犯了一个人的解释自由。那么也确实使到了很多议员今天就算说他想要表达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可是他不敢去冒这个险，他不敢说去辞职，因为对他来讲一辞职你可能就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你失去一个五年的时间，这五年的时间你可能是错过两届大选，分分钟是错过两届大选，所以这个政治成本我觉得太大。所以任何 就对一个再有良心的一个政治人物来讲，我觉得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确实都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在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方面的修法我们是势在必行，只有在我们允许一个议员在辞职离开他自己原本的政党之后，他也有重新参选的权利，这样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更民主更健全的一个选举制度。那么对我来言，我今天做过反对党，也做过执政党。那么做了一个执政党是很可惜，就是一个非常短暂的20个月，或者说是22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今天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相对来讲我是很关心的，就是今天一个政府的稳定性。我们今天看到反跳槽法，或者说今天看到现在的这个乱局，人民都开始很生气。可是今天的这个生气跟西蒙在执政的时候，那么也同时吸纳了一些青蛙，这个是我觉得西蒙我们也需要很坦荡的承认，因为这确实就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在吸纳这些议员的时候，我也不能够讲说我就是100%都生气的啊。我也坦白讲说，例如当初我们看到说 Jerry 国会议员Mustafa 加盟 Bersatu 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觉得这个不错，因为 Mustafa 他相对来讲他的形象好，那么也因为他之前做部长的时候他相对来讲是没有这么多丑闻缠身，所以对我们来讲当时看到他过来，那么就我们其实心里是觉得我最起码我自己个人我确实还是有小确喜的。可是当然我当时也有一些问题就出现于在于说，也有一些议员是我们觉得他就是非常的就是从他的 standard 来讲，我觉得就不应该就从就我们不能够接受，因为觉得说这个人很摆明就是一个投机分子，那么过往在国会的这些形象或者是表现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当然今天看回去过去我们在过去有青蛙跳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确实的这个心态可能就没有摆正，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原则性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看到说有人家来加入的时候，那么当时我相信为什么 Bersatu 特别是前首相敦马为什么一直在去策动一些无同的议员跳过来，其实就是为了说去确保说他在土团的壮大，因为他希望说能够在他做首相的期间的时候能够继续看到土团能够得到一定的成长，那么确保说他在未来的政治版图也有他的立足之地。所以我相信他当中也有他自己的私心跟小算盘所以这也就是当初他去策动。可是今天我相信当时的人民可能没有这么生气，可是到了今天人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区别，就是在于说过去的跳槽它没有影响到政权的转换，所以在没有影响到政权的转换的时候，我觉得从法理上从情理上我们都可以讲说，最起码509的时候人民所做出的选择和委托它是得到延续的，它是得到延续的。
今天我觉得人民开始很生气很愤怒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觉得他们在509的时候他们做出的一个选择今天并没有被得到尊重，这也很必然的会使到选民会开始对选举制度产生质疑，因为对很多509特别说是从不管是从新加坡回来或者说是千辛万苦从国外回来或者说是托了好几个朋友用了好几个接力的方式千辛万苦的把选票带回到马来西亚的人来说，他们今天就会讲的一个问题就会是509我投到这么辛苦终于才选了一个政府，可是今天因为了一些青蛙那么就使到这整个政局改变了。而今天的这个新政府他之所以我觉得他名不正言不顺的问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他纯粹就是通过议员的人数凑人头的方式来去 组合政府，可是他的政纲是什么？今天穆希丁如果 是作为现在的一个新首相 他过去是 committed 就是他是对于 PH 的 manifesto 他是作为 Bersatu 的议员 他应该要是 committed to this，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政府是半吊子的西蒙做的好的东西他也没有完全讲不，所以对于一些立场对于西蒙例如过去我们在很积极的再去推动一些National Anti-Corruption Action Plan 的时候我一定的态度是讲说这个东西他们会延续所以有一些好的政策 PM Bowerman 会延续，可是不能够摆脱的一点就是其实 PM 本身到今天为止他们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政纲，而就算他有一个明确的政纲这个政纲并没有得到人民的委托他并没有经过选举，所以他没有办法是成为说是一个是人民选出来的希望看到的一些议程，所以今天 PM 里面的任何政党当他们推动任何议程的时候我觉得他确实都是有名不正言不顺这样子的一个窘境。所以今天在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考虑到的几个东西是我其实个人我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做修宪，那么我会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就是像进发刚才第一点提到的其实也就是我们要去改变我们的这个选举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政党比例代表制引入我们的系统里面，我觉得这个是确保说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他今天或者是任何的政党他能够得到在选举的时候得到超过51%人民的支持的时候超过50%人民的支持的时候我希望说他们能够得到5年的时间去落实他们的政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今或者说从我执政或者说从西蒙执政22个月我们得到的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多做 planning 的时候我们是以5年作为一个时间的一个 planning 不管说是财政部或者说是教育部我们其实都是以一个5年的时间来作为我们希望说通过5年的时间给人民看到成绩单，所以不能够否认在一些措施上尤其是财政部的一些措施也确实是抱着先苦后甜的心态，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要先用一些开源节流的方式来去解决国家债务攀升的问题，那么希望说当我们把这个债务的问题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去稍微的痛苦短暂的痛苦之后，那么在接近大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以一个更健康的财务状况那么然后推动更多的一些利民或者说是人民会觉得说是能够尝到甜头的这样子的一些政策，所以对一个政府来讲他要一个5年的时间来去做一个 planning 我觉得是非也其实不是算很长，因为很多政策尤其是谈到教育性政策的时候5年其实你看不到实际的改革，因为你从一个教育政策它必须是从1年级开始做起，所以就算是5年其实也不够长，可是如果连5年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对于任何的政党如果今天我们一直都处于一个非常波动的状态，也就是我的议员可能跳槽，那么然后我们就需要通过补选，或者说今天议员可能罢免，然后这个地方又需要经过补选，如果一直都充满这种不确定性，那么对于一个政府特别说他的 majority 就是他的 seat internal seat 他的 majority 不算特别庞大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政府在他推动施政的时候他会面对一个情况，也就是他会绑手绑脚，他绝对会绑手绑脚，因为对他来讲他没有一个5年的时间去做一个 planning， 他很担心的东西就是今天他稍微有了一些比较大的举动，那么在没有的那么如果有一些议员跳槽啊或者说是被罢免，那么这个政府就会随之去垮台。所以我觉得对一个政府特别说就我自己个人过去在22个月的经验，我觉得一段时间
五年的时间里面让一个政府完成他的施政，那么用这个五年的时间作为一个成绩单让人民去做一个判断，我觉得是非常是有它必要性的。那么刚刚我也看到说我们的选民当然也在他们的通过我们的面子书也就为了回答了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一位网友就谈到说要去充公财富如果要用要有些跳槽去充公财富，那个我必须说我不赞成了我觉得我不赞成了。那么我觉得像 Shariel 我觉得他能够打出一个很漂亮的一场仗，也就是说他制造了补选，可是他在补选的时候他得到人民的委托，这我觉得对于执政者而言他确实也就是一个党头贺棒，他确实就是一个党头贺棒。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说一定要去做到充公财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人民可能这位网友作为西蒙的一位支持者，今天你看到西蒙政府的垮台的时候，那么你就希望用最强烈的措施来去惩罚这些青蛙。可是我觉得也必须很理性的去谈，就是我们也不能够排除可能有一些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一个议员他决定选择去跳槽，所以我觉得他的惩罚必须是 proportionate。去讲到充公财富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点 overboard。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今天他背弃了过去509的时候或者在选举的时候，因为人民投票的时候像刚刚志翰提到的很多例子，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确实在马来西亚的今天很多时候确实并不是个人魅力的问题，很多时候就真的是来看政党。所以说在马来西亚的政治上独立人士要在没有政党的护航之下能够胜出其实确实是很难。我也非常赞成过去在 Dr. Jayakumar 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的时间他其实拥有非常好的一个记录，他服务选民的记录也是非常的好。可是今天在马来西亚的现实就是你如果并不是属于主流政党，或者说你并不是一个政线里面的一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得到第三股势力要得到人民的委托，不管是独立人士或者说是一个小党，确实在马来西亚今天的政治情况底下还是蛮难，相对来讲是相对艰难生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要去谈到修宪，那么把比例政党比例代表制把它引进我们的修宪的或者说是我们的议程里面是很重要，因为也就只有比例代表制摆脱 first past the vote 就是或者说局部的去去除 first past the vote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像 Dr. Jayakumar 或者说是像 PSM 这样子的小党他们才可能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政坛上面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生活空间。也就是例如在德国只要他超过5%的选票，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最起码可能是一个议席，甚至是能够得到政府的一些拨款，那么来去帮助他们去聘请研究员或者说去进行选区工作或者是政党工作。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已经谈到也就是说不管是反跳槽法甚至是罢免法修宪已经变成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动作，那么我觉得我会觉得更好的一步也就是我们要去确保说我们能够去改变我们的选举制度，因为政党比例代表制它我觉得它能够有多重的功效除了说当一个议员如果他是因病死亡或者说是一些事件他离世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有补选，我们能够直接用政党比例代表制的名单把下一个议员就填补上来，或者说是今天我们因为 first past the vote 有些时候政党所得到的议席远远高于他们所得到的选票，那么也能够通过政党比例代表制来作为一个纠正的一个机制。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希望说接下来的选委会能够认真去把这样子的一些议程带进马来西亚，因为我相信说接下来的政治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我觉得会很精彩当然可能也会相当的混乱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本来是西蒙四党，后来因为 Bersatu 在穆希丁的带领下超过 80% 都决定脱离西蒙的时候，可是今天他们的这个引起的这个议席的时候不能够否认 Bersatu 的这些议员包括穆希丁本身他能够在509的大选里面得到那张选票，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一起用这巴嘎丹哈拉干的政纲，所以今天当他不要再去采用巴嘎丹哈拉干的政纲而去选择跟其他人组成政府的时候，我觉得从情理上也讲从道德上来讲其实我觉得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如何确保说今天我们要谈改变或者说去纠正这样子的一个乱象的时候，我觉得给予执政党
一个充足的空间来去制定他们五年的政策，否则我很担心他的政策会变得非常的民粹，他不太敢于说去做一些大刀阔斧的一些改革。那么同时也要确保说，今天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觉得他有必要脱离自己原本的政党，那么他重新参选的权利，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得到保障的。我就先谈到这里先，谢谢。好，谢谢念群哦。OK， 那么在我们开放给观众的这个问答环节之前呢，我们会先让这个主讲人来回应彼此的这一个看法哦。好，但是在这之前呢，还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今天呢是龙雪华堂天下事线上谈系列8月3号晚上的讲座，下个星期8月10号呢又会有另一场天下事线上谈的这个系列，下个星期晚上8点呢讲题是纳吉判刑以沙巴闪电选举马来西亚政局分析哦。那么我们请了三位主讲人，第一位呢是这一个沙巴雅比的国会议员陈洪谦哦，第二位潘永强，第三位蓝志峰哦。所以下一个星期一晚上8点请大家继续留守这个龙雪华堂的脸书。那么直播平台除了是龙雪华堂呢，同时有另一个直播平台就是 City Plus 的这个脸书也会直播哦。那么当然同样的支持这一个每个星期天下事线上的系列的朋友呢，要文化付费呢，请到我们的脸书看这个龙雪华堂野银行，那么给我们一些乐捐，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哦。好，那么回来今天的这一个讲座呢，我先提一下，刚才我看到这一个有一位柔佛的周议员周忠信，他留了一个这样的看法。1988年新山国会议员沙六辞职重选并当选，造成当年马哈迪修改宪法禁止议员辞职后五年参选，这条款需要改回去，所以他的看法是应该改回这个条款，那么以便可以落实这一个更好的去落实这个反跳槽法。好，那么我刚才说了，第三位主讲人念群呢有在综合着其中那些看法跟提出他本身的这个经验的分享。那么第一位跟第二位呢有这一个相当不同的看法，所以我现在呢请进发来回应特别是林志汉的看法，有请进发。我觉得今天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你能够有多快达到这个效果，当然有人会说这个原子比较重要等等都可以，我觉得那是另一个问题。第一个部分是你能够多快动手。因为包括我们今天想象说很多人都反对政党跳槽的话，如果你放在现实里面，你要注意到说是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站在自己角度去看。比如说你拿沙巴的今天跳槽来看，在我们这些人角度来看，哎呀你看这个政党倒台都是青蛙。但是你去看一下这个穆萨阿曼宣称有33位州议员支持他，扣除两位官委议员之外，另外剩下31位。这31位跟5月10号早上他宣誓就职的那31位只相差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当初有一个 up 过的，现在还留在Shafi 的阵营，然后 Shafi 阵营里面有一个 Kenny Chua 跳了过来，其他的那些全部都是原班人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反对青蛙的话，当初 Shafi 上台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反对青蛙。我是说这当中很多人看问题的时候是因为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愿意去承认这个现实的话，那么今天反跳槽法未必去得很远的原因是因为马来社会其实认为他们在面对这个political realignment 政治重组的时候他们一样慌乱，但是他们不会觉得说跳槽是坏事。所以我是说你实际上你可能推不动，因为我们还没有确立一种要怎么样建立这个大家习于竞争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刚才念群谈的说去谈引入比例代表制，那是相对实际的，因为我们以前，你不要说久，大概你说两年前你会想象这个 Nasri Aziz 会讲这样的话吗？ Nasri Aziz 其实并从他的辩论上，他其实并不完全认识比例代表制，因为他还以为说还会有巴丹人 gas， 因为当然有比例代表制的话，你不会有巴丹人 gas 的，你会是多议员选区，你可能就是整个霹雳或者至少是北霹雳，没有还有他的选区。但是他们已经开始，马来西亚开始发现说，你今天这样跳也不是方法，但是他要做的东西是怎么样强化党。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时候是要往一个方向，有办法巩固这个国家的民主。所以我不会否定说今天这个反跳槽法是快刀斩乱麻，问题是你的快刀出不了鞘。那么第二个重点是，反跳槽法一旦形成这个形式的话，你面对的情形就是你会限制政党议员的。当然自然说你如果你今天你站得稳的话，你不应该害怕被你的党开除。就是真金不怕红炉火。但是现实中你很多时候很多决定不是当下就是是大非要做决定的。这点上媒体的朋友应该是最清楚的。媒体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自我审查，因为他常常不是说你第一次被叫咖啡的时候你就面对你吊销的那个执照，你是长远累积下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接受反跳槽法，我们要强推反跳槽法的话，那我们必须准备承认说日后会有这个效果。那对我来讲是因为我要看到我念之在之的是一个有实质的国会。所以如果你说要国会议员代表政党的话，我的立场就是通过比例代表制，一部分议员用比例代表制进去，你可以直接吊销他们的席位，因为那个委托是明确给政党的。那么你说其他的部分，像刚才志翰举的那些例子我都同意了，因为你今天谈的是半岛城市，甚至有一些就是全区是非马来人为主的选区。但是如果你去沙巴的话，比如说 Shafi'i， 这次周选其实有一个东西很微妙的东西是，如果当初组成政府，那么你明显的他过去的这些叛将全部回来就回朝了。但是如果组不成政府，他们能不能够上阵这个问题，因为巫统跟土著团结党两大党之间呢就会争到底要用谁的旗帜。所以这还有一般细看，假设说这些人还可以上阵的话，你可能会很意外他们都赢哦。因为在其他地方很多时候是议员本身的号召力包括政党。因为你去到很多地方的时候，比如说你去菲律宾，你去东马，很多地方的时候其实是家族的人脉，是人情，是你在地方上做了多少事情。他根本不会去管你在国会周会谈什么东西，因为对他来讲可能就是说你去吉隆坡玩啊，你去古晋玩啊，你去 KK 玩啊，他不会觉得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觉得最有关系是你在地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说我们要看到说这个国家有相当多的面向，所以我会认为说全盘去看，你今天如果要制止跳槽这个歪风，这个反跳槽法可能很快，但是你没有机会达到那个效果，因为社会上可能会缺乏很多缺乏这个共识。反过来说罢免法你反而是相对可能容易着手的。那么你说慢，这个我同意，但是它反过来的情形上，大概就是说你可以筛选，因为在整个政党在重新转型洗牌的时候，一些混乱你可能是需要承认的。但是更大的东西我是同意念群说的，就是我们改变制度。那么念群其实谈了两个部分哦，他刚才谈说这个德国怎么样去
对待少数政党的时候，包括拨款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比例代表制，那在德国政治里面是两者合一的。一方面你是要承认各大小，你的选举制度是比例代表制，精神上是比例代表制，实际上我们具体叫做 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 台湾立法是连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那么在更大的部分呢，是他们承认各政党之间朝野政党都不是坏人。所以你每一次会有一些小党，现在的 AFD 是既有的党，他们一样可以赢，只是说大党不想要跟你划清界限，不想跟你买堆，因为觉得说你不干净。那过去这个左党，就是前德共转型的左党，这个更早之前绿党都曾经被视为是极端小党，大家都不要陪你玩，但是你慢慢转型之后，大家就接受你玩，所以他们的政治是相对良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德国这种良性政党之间的良性竞争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常常组成不同的联盟，你在联邦执政的跟州执政的跟你城市执政的联盟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你今天是跟 A 党在联邦去打 B 党，在州的时候只能 B 党合作去打 C 党，在市可能是 C 党合作打 A 和 B 党，你都不一样。然后这个过程中大家只好变得非常专业化。那另一个关键呢，这个专业化结果就是大家很重视竞选宣言。因为一方面你又要合作，另一方面又不能够让你的选民觉得说你就是为了要做官。所以你怎么样区分，你就只好认认真真看待你的竞选宣言啊。所以说整个转型是一个配套的。在这个配套下，如果我们去推动的话，那么多快多慢可能都反而变得不那么关键。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配套，纯粹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阻止这个跳槽的话，你很可能就是造成一种自以为意的心态 self-righteous。那在马来西亚的情形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那么分裂， self-righteousness 的结果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欲速之不达。到这边为止。好，谢谢金发。好，那么等一下我会请志翰来回应，但是在这个之前又有好消息哦，又有人通过这个文化付费支持今晚的讲座，而且是一口气捐了100块啊，所以欢迎再多来多几个100。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脸书有这一个龙雪华堂 Public Bank 的那个账号 3077340127 哦。好，那么这一个文化付费之后呢，把这一个存款单据WhatsApp 给我们秘书处的手机0126645702哦。好，那么柔佛的周延卓中心又发表了一个看法哦，他说罢免法原意是允许议员坚持政治理念原则，依托民意，比如土团从西门跳槽到国门时马哈迪可以不要一起跳，但是副作用是呢，从此以后党领导人穆尤丁将把对领导人忠诚至上作为候选人遴选绝对性标准，不要候选人有自己的想法立场，那么这样下去呢，有可能反而产生党内一言堂的集体压力，诱导领导人呢气象独裁的这个氛围啊，这个是柔佛周延卓中心的一个看法啊。那么还有一些看法跟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让主讲人来回应。那现在呢，我先请志翰回应进发或者包括念群的看法，有请志翰。好，谢谢伟星，谢谢进发。是的，刚我们谈的所谓的反跳槽法或罢免法，其实都是刚才我说的是个药不是乱吃的，是有病的时候才吃的。然后我们刚才提了很多东西都非常健康的，就比如年轻所提的那种选举制度的改革，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要维护民主，要把我们民主变得更制度变得更健全所需要做的改革，而不是吃这些药，这些药是针对特别的通病针对性的东西。刚才讲了那个德国制度，我本身以前在海外求学的时候，确实在德国念过书，我确实非常认同他们的制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学习的对象。但是可能国土那个水土不服，我不晓得马来西亚人很多人其实都还不太了解这个制度，所以可能需要如果需要推动这个的话，
需要更多方面的一些咨询。但其实我对罢免法另外一个顾虑是因为这个程序其实是很新的，你说沙巴人选民其实对政党啊对个人啊其实都很多混淆或者他无所谓，但是如果对罢免法的话，你还需要更需要重新交过选举，有时候他们都会投错票，可更何况有哪一个新的罢免法要他们签名署书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也还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也需要一个选民的再教育。基本上我是认同的，但是对于跳槽的问题呢，我觉得沙巴政治就是我们不应该走的方向。像你所说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西马政治其实应该担心的。一些强人他有自己的名气，他可以不管党的那个制约，这个其实就是破坏所谓那个政党的那个竞争，还有那个民主的精神和文化。所以我觉得之所以我会担心我们马来西亚的选举民主会倾向变成沙巴化，大家变成打阿巴无所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所以如果他们不懂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先设立这个，确保他们遵循。其实斗争必须要有一个党或者要有一个纲领之类的，这样大家才会有摸清那个路线，知道这个人代表些什么，而不是因为跟着这个人走，这个人真的代表一些东西吗？我觉得沙巴有时候是强人政治讲他们本土的好或者外来的，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一定有什么政治的理念，不然的话他们的Papa Dam 可能一些环境课题两边都不想要碰。刚才谈的所谓大是大非的情况，其实是有一个情况的，比如在议会提的一些提案，比如在槟城啊填海，这个是非常的争议性的东西，当要不要支持州政府的那个填海议案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大是大非，因为你一提你支持的话，选民就会记得你是可能以后填海过后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破坏环境的话，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千古罪人，你就记名在里面。所以当时候四个共产党议员就 abstain， 就是弃权。当然我们知道郑宇洲是支持巫统那个提案的，所以这个是所谓大是大非的情况，我觉得也是不能避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其实看出一个议员的原则和那个气质的那个结果。所以我不认为是一些东西是小事熏陶出来，因为我觉得要认清，其实每个议员是个体，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跟选民的互动，他们也知道自己那个选区选民的需要，他不会想要做出一些背叛选民，因为即使他的政党在下一届要竞选的话，如果他做出了背叛的选民的话，会承受相当大的后果。所以我相信议员们也是清醒的，所以我觉得在大是大非的情况是他们必须要表现，就比如那个在议会投票一些重要的立场。而之所以我觉得那个你所谓说那个反跳槽法是有一个惩罚性质，我一直都不说这么说，我一直都不这么看，因为我觉得是要看民主精神。我觉得一旦有什么质疑的时候，那个已知是留在那边再重新再检验过是不是是属于你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合情合理的事情，而不是惩罚你。所以我觉得希望那些议员因为有这个反调查法直到被辞职过后没有了议席，其实不是一个惩罚，是一个再争取再回选走回去你的选民，如果平时你有耕耘，他们知道你在代表些什么话，重新争取回那个委任权，我觉得是可以做到，不是惩罚。暂时到此为止。OK， 好，谢谢志翰。好，等一下我会请这个念群来回应前面这两位主讲人哦。但是在这之前先让大家知道一下一些读者的这一个问题啊。OK， 有一个读者是这样问的哦。英国面临脱欧僵局的时候，部分保守党议员行使结社自由权而被党魁开除党籍。那么作为我国国会样本的西敏斯，是否有什么应对方案？ OK， 这个是一个问题了啊。好，再来，罢免法为什么要有罢免和补举，就是补举两个步骤，能不能只要达到预定门槛，议员职位就直接悬空，然后进入补选环节，而原议员可以参与补选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好，那么再来又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够来一个全民投票再呈交元首批准？好，那么再来又有这样的问题，既然宣言呢没有法律约束力，以政纲作为民意委托的资格审核和基准有意义吗？好，所以有一些这样的问题，那么等一下呢可以让主讲人来回应。那么现在呢先请念群
来回应之前两位主讲人的看法，有请。好，谢谢，谢伟清。那么我想说，两位主讲人和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可能那些问题我能回答一些些，可能有一些比较 technical 的，可能就还是要交回给金发或者是志翰。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脱欧僵局的时候，部分保守议员行使结社自由而被党开除党籍，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在于说，今天当在面对一个很重大的课题的时候，当政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你的议员如果不能够 support 的话，那么政党有没有权利去开除一个议员？我觉得他是必须要有的，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在一个议员如果是行使自己的，就是在代表一个党的时候，那么他如果在一些重大的课题上跟党确实是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一些意见的看法的时候，那么我觉得他就算被开除，可是我觉得他也可以，只要说他没有这个开除并没有阻止他再去重新的去得到人民的委托的话，那么我觉得就让人民再次决定到底今天他要不要去支持这个议员。我觉得这可以是我们选举制度里面的一环，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所有党的议决他都必然是正确的。当然在一些国家，他甚至说是对一些议题的时候，他也允许他的后座议员不去投票啊，例如说是针对一些同性恋课题 LGBT 的课题的时候，或者说是一些环保议题的时候，有执政党他的后座议员未必就百分之百的去支持他，所以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可能允许对方不去投票，可是你不要来投反对票，可是你说你在你我觉得回到一些议题上面，党鞭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政府执政党，他如何跟他的后座议员来去协调，来去确保说，去参与选举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民主里面的一环。那么如果讲到说为什么不来个全民投票再交给元首批准，我不是很确定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样的 context 底下提出来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其实就等于是我们举行全国大选啊？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在面对这个跳槽风波，或者说是在这个政府讨谈的风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面对了 COVID-19， 我们面对了新冠肺炎的这个冲击。所以在新冠肺炎底下，当然当时如果真的是要去解散国会去全国大选的话，那么确实在操作上我觉得它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全民投票其实就是一场全国大选的话，如果没有在这个 COVID-19 的 context 底下，其实我觉得它未尝不可这么去做。因为今天当你的一个联盟垮台的时候，也就是说今天你的联盟没有办法再针对它的 manifesto 去有这个 commitment 的时候，我觉得它确实就应该解散，那么就重新交给人民的决定，然后让这些政党再去寻找他们的合作伙伴。这就是我觉得，当然今天我们谈很多德国的例子，我自己又讲了一些，金发跟志翰也是有提到了一些，可是当然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确实是跟德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是先结盟，我们是先结盟，那我们一起去选，因为是 first past the vote， 所以我们不能够在一个议席里面，或者说是在一个选区里面有太多的政党去竞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很快的话这个选派就会被分散得很厉害。所以为了在确保最大的胜算之下的话，我们其实是现在组成了两个很大的阵线，那么这两个阵线在一个选区里面去对接。可是在德国的例子的话，它其实就是先打仗，然后之后才去选你的盟友，那么最多议席的人就可以去决定说他要跟谁去做他的朋友，如果他没有办法自己得到这个 simple majority 的话。那么可是事实上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开始再去谈以德国作为一个样板来去谈的话，我其实觉得在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里面，它是越来越来人文的，它是越来越有它的可能性，也可能会得到逐步的去得到越来越多政党的拥抱。因为目前来讲，其实已经看到说，可能大家也看得出，就是西蒙确实我们还是在一起，可是我们变成西蒙 plus plus， 也就是说，就算是瓦萨杜的阵营，就是跟的老马的那几个议员也确实现在不是在 PH 里面，他们要去做一个 plus plus， 瓦里上也是 plus plus， 所以可见说，今天他已经不再是一个
很实很绑得很紧的是一个联盟，他反而就开始是变成是很松动。同样的问题其实也出现在执政党在 PN 这一方面，我们看到说巫统决定说他不要加入 PN， 那么他们希望继续去加强他们的 Perikatan， 他们的 Mafakat National。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目前的格局就是各个政党有它的优劣，都有它的局限也有它的强项，而且很多时候在议题的选择上也有很多可能有不一样的，也有重叠性的地方。那么如果今天马来西亚的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改革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多参考德国的这个样本的话，那么我觉得事实上可能我们发展的模式会越来越迎合，或者说德国的模式现在可能会越来越适合现在大马政坛的这个发展。因为确实很多这些政党它不再是死死的绑在一起，它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松动，特别包括像今天沙巴沙捞越他们的那些主要的几个大政党，它其实就是代价而沽，已经不见得就是死死要跟你讲说我就是要跟巫统绑在一起，因为他也不想，他不见得也想要跟回教党绑在一起。所以回教党跟巫统，如果今天巫统的这些比较贪污的这些就是恶名昭彰的这些人，或者是名声不好的这些领袖，如果他们能够通过他们自己政党里面的竞争也有很好的新陈代谢，所以我觉得未来的马来西亚政坛它确实可以就是百花齐放。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谈，我觉得世界好事。那么也希望可能让大家各位选民有更多的想象，那么可能这确实就是它未必是短期内做得到了，它确实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我想我们今天在谈反跳槽法或者说是罢免法的时候，它确实也是需要时间去耕耘的。好，我就讲到这里，不好意思。 OK， 好，谢谢念群。 OK， 因为三位主讲人都谈到德国啊，所以就有观众丢了这个问题哦，不要高估马来西亚的智商好吗？你知道德国人多聪明吗？所以等下看三个主讲人要不要回应哦。OK， 现在轮到主持人来发问了。OK， 我的问题是这样哦，我听了你们的谈话，那么我丢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民主呢？当我们没有碰到矛盾的时候啊，我们都会高举民主。但是如果他碰到矛盾的时候啊，要怎样处理民主的问题啊？第一，民主如果遇到这一个选举要花很多钱呢，就是耗资不菲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罢免法，就涉及到选举要用很多钱，所以民主遇到花钱的时候，谁要让路给谁？哦，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民主遇到效率的时候要怎么样？比如说我过去在国会工作12年的经验呢，作为政党执政党啊，他会告诉你效率很重要，我们施政。要有效率，但是国会呢，你要监督呢，有时候又不能够那么有效率，因为有时候你太过有效率呢，你是没办法施政的，你没有时间很好的去检验。好，所以当民主呢遇到这个效率的时候呢，谁要让路给谁？这个东西我想在你们的罢免法和反跳槽法的讨论里边，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好，第三呢，民主遇到这两个东西的时候，何者为重？一个是选民，一个是政党。OK， 我听了大家的分析，反跳槽法看起来政党会比较有这个主动性，那么这个罢免法呢看起来选民比较有主动性，因为要选民本身要有这个 1%、10%、25% 的这些门槛。所以民主呢，当他遇到政党和这个选民的时候啊，何者更要得到我们的这一个重视哦。好，所以这些问题呢，都用民主的角度来去提出他的一些矛盾和他可能有的一些张力。那么等下开放给这个主讲人要怎么样来回应，谁要先回应都可以。当然如果没有人要先回应，我就照着进化到自汉到这一个念群的这个方式啊。OK， 现在我要讲一个更好的消息，刚刚又有人通过文化付费的方式，文化付费的方式啊，这一次是150令吉啊，所以只要我们还没有结束，奇迹都还会再出现啊，所以希望等一下有200令吉的一个情况哦。要用奇迹这么夸张的字眼吗？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正式大力的推这个文化付费啊。好，好，那么现在呢，回到来。这个金发有问，
第一个问题可以在这里重复吗 ？OK， 第一个问题呢是不要高估马来西亚人的智商。你知道德国人多聪明吗？第二个问题是民主遇到耗资不菲的情况，你要怎么办？要让路给钱吗？第三，民主遇到这个效率，谁要让路给谁？第四，民主遇到选民和政党何者为重？好 ，OK， 所以现在，我看就金发你开始吧，来有请金发。OK， 我要谈回去一些刚才谈这个罢免法的，因为难得有这个机会大家要讨论。我先回应中信，中信是说罢免法会让这个政造成对领导人忠诚至上，其实是相反，因为你到最后你不会因为得罪你的党主席被开除，所以你其实靠的是民意。我们会出现的问题反而是说有些人就是 Maverick 独行侠，不会是乖乖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中心可能不理解。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刚才问到说能不能够罢免法比较简单，其实有三种，刚才我提的是最普遍的一种，就是你有这个从一开头启动联署的门槛，然后才选举补选，就罢免选举然后才补选，有四个步骤。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呢，是美国一些州做的，他就是直接把补选跟这个罢免法一起，罢免跟补选绑在一起。就是如果你能够采取的话，他就把第一个问题是你要不要开除原任，第二，如果开除的话，其他候选人你选谁，所以一次过他过完。如果你开除不成，你第二个问题就没有用，那开除的成，第二个问题就选出来谁当选。所以这是一个做法，如果我们要更简单就用这样的做法。那这个做法的问题当然就是说你在程序上如果联邦要干预你的话比较容易，因为你需要修改你的，你要把普选跟这东西 introduce 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今天说州在推，你不要让联邦有机会挡你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走长的路，你一个罢免选举然后才补选。那么还有一个刚才志翰提到的，志翰说你补选你罢免之后可以回来，其实正常的补选罢免程序都不能够，因为不然的话你就白白罢免了。所以像韩国瑜他是不能重选的，他可以去选南投，他不能够回来高雄重选，期限应该是五年，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说你被拒绝了你当然就不会回头。但是有一种罢免是可以的，是英国的罢免法。因为英国的罢免法其实不是一般群众可以发动的，是只有议长可以发动的。它有三种情况，第一你犯法，第二有两种情况是你犯法，然后那个刑罚是很轻，但是国会可以议长可以 refer 你去给选民要不要罢免。第三个是你被禁足超过十天，就是你违规在国会里面行为不检，违规超过十天，禁足十天的话，议长可以 refer 你去给选民。那么当他 refer 去选民的时候呢，他只要 10% 的选民签名你就被罢免了，但是普选的时候你可以回来，所以那个门槛很低。因为他只要就是说只要十个人里面你的支持者少过九个你就完了，因为十个里面只要一个敌人你就完了。你一旦被面对罢免的话，你基本上罢免就会成功，然后你只能够说再去补选，但是你可以参与补选。那一般的罢免是不会这样子做的。好，那么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谈英国的，说聂俊也有提到说这个保守党因为他的那时候是应该是20个一个议员，包括一些多朝元老，他们反对这个 Boris Johnson 首相 Boris Johnson 的脱欧的这个方法法案，所以就被开除。那么你要注意到这个开除在英国是很违反常态的。 Boris Johnson 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伪君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在Theresa May 做首相的时候他是阁员哦，他多次投反对票， Theresa May 都容忍他，那其实那本身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因为 Brexit 到了一个程度，Theresa May 是第四次挫败之后才辞职，因为整个国家那么乱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他去开除
本身是对很多人讲，觉得说那个众筹是不符合的，因为他本身犯错。更重要的东西是，英国主流政党是有这样的传统，会容忍一些议员就是长期做独行侠，唱反调。最好的例子就是前工党的领袖，Jeremy Corbyn 在1997年到2010年，当时工党做政府的时候，他是后座议员，他违反党纪一共428次，平均每年33次，但是他从来没有被开除，从来没有被割爱，选举照样选。为什么？因为英国的制度，他的这个提名的权利大部分是在基层的，就是地方党部决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地方实力很强的人，你的政党不会随便要开除你，开除你的话就逼你出走，你的一些选民可能跟着走。所以只要不太过分，他们都会容忍你。所以英国的政党你会看到说国会那么活泼。这个部分我要谈哦，因为刚才问第一个问题的人就是说这个不要高估马来西亚人的智商，你知道德国人多聪明。这位蔡先生也说，不如还给独立前英国给我们的国会独立还给我们等等。我要讲的东西这样子，英国的国会我们其实没有继承好，我们继承了整个硬体，但是软体没有做好，因为我们都不真正相信说国会议员认真辩论。你英国的国会以前就是跟国王对着干的，他们推翻两个国王，砍掉一个国王的头。OK， 到后来变成本身竞争，朝野竞争的时候，大家可以剑拔弩张，但是到最后你还知道什么时候要合作。英国的政治是很高明的，那我们学到这些没有？我们由头到尾，我们的国会就是橡皮章，到今天其实都是。518为什么那么多人生气？因为你没有机会投信任票。那信任票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把国会当成是这个首相的选举人团。但是英国国会超出这一点，因为英国的国会有很多委员会可以监督政府，英国的国会议员可以抽签提私人法案，我们的国会没有这些东西，一般的选民都不懂。那你不谈这些的时候，你只是说还给我们，还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学好。所以要学好的话，对我来说，你国会今天要像样，我们就要同时强化政党，你要强化议员，不要把他们当成只是政府的这个拥护者，他不是政府的选举人而已。他当然那是他第一个角色，但是那不应该是他唯一的角色。要超越这点，我们必须要克服我们对政党、对政治人物的鄙视。我们太多人很聪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觉得要不要从政是个人选择，但是如果你每天认为说从政政治很肮脏，政治很危险，政治很难懂的话， dangerous, dirty, difficult, 你意思说政治是三 D 工作，政治应该是我们外包给印尼、缅甸人、这个孟加拉人的。你这样的心态的话，你怎么样期待这个国家会改变？我觉得要不要参政怎么都好，但是我们今天对政治应该有一种正常的态度，我们应该对政治人物像看一般专业人士一样要求，不用要求他们做圣人贤人，只要他们做好他们工作就好。那我们也给他们同样尊重，不要每天自以为说我不参政就很了不起。我觉得你可以每天骂政治人物觉得自己很爽，但是你不会改变这个国家。谢谢。OK, 好，有一点火是好的哦。来，志涵到你哦，再加把火来。好，生气是好的，我觉得生气也促成政党轮替，是不是？那我刚金发讲的是完全是正确的。其实我们对政治人物的期待，政治人物应该要专业化，他们应该前去国会做政策研究，我们谈论的东西是必须要有料，这样代表他们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在国会殿堂里面讲那些歧视性的话，所以他们要专业化自己，这个是很重要。我觉得什么需要做的能让他们专业化呢？是国会也要制度的改革，能提供他们更多的助理做研究政策等等，重视这些东西，而不是个人秀等等的。然后其实大家对政治人物的印象也因为跳槽，也因为
认为政治是一个交易，可以官位可以买卖 GLC 等等啊，或者是 project 等等的，所以他们会有这个印象。但是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那个制度的改革，除了政党还有个人之外，我觉得那个制度必须是选民，我们这民主里面最大群的其实都不是政治人物，或者那些在殿堂里面是人民，人民要有要求，我们开始要更多的醒觉，就比如龙雪华堂可以办更多类似的讲座，或者可以走入民间，而开更多的比如工作坊等等之类的，这启迪民主。我觉得人民也需要有进步，不然的话你不要只怪人家聪明，人家有民主，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如果你继续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就只好给独裁者或者是贪污者继续统治，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也要有专业化。你不要说其实医生律师他们不骗人吗？有没有医生常常要开给你的 antibiotic， 你没有去问为什么，你不知道那个药是什么名字，你自己的身为病人你应该做的责任都没做好的话，你为什么要怪人家骗你，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选民要自己聪明起来，能够见到如果有那些奸诈的或者行为不良的在这种见招拆招揭穿他们，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确保那个问责制度是存在的。但刚才你回到微信你问的关于那个花费的问题，我是认为反跳槽法如果一旦存在的话，其实那个喜来登政变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不觉得他们认为他们在普选上会赢的，所以既然他们不认为他们会赢，不能用这样子来夺权的话，其实那个所谓普选的费用根本是不存在，因为他们不会要策动这个政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反跳槽法的话，是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之下，比如可能党纪律的问题等等之类，这些是党的民主生态的东西，我觉得需要有用不同的制度的方式来治疗这个病，或者让它更健全的发展，而不是用反跳槽法或者是罢免法。所以我觉得关于那个花费方面，选举如果是必要的话是值得开的，是值得去花费的。不要听阿比哥说什么，我觉得选举民主的基础就是选民的票嘛，是不是？所以一旦有什么正当性说质疑的时候，这个钱是需要，不然的话就让人家在后面密室招兵买马，整个营运整个制度，这样是好事吗？我觉得造成的那个制度的破坏代价是更加不菲的。接下来效率，刚刚我讲到，我觉得反跳槽法确实有那个效率，当然它需要其他的东西配方去配合，我还是认为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样子的话就让他们专心地去做他们反对党的执政党。沙菲义确实不应该做州政府的，因为刚当时是世界大选的时候，穆萨阿曼一开始是拥有多数的，简单多数的，所以这一点我是认同进发的啦。所以他们之后跳了两次，不代表他们回到去初中他们就没有错，因为可是他们中间就跳了两次，所以这个我又跟这地方不同的，他们确实有在跳去沙菲义他们做政府，因为中央是同样政府的，然后现在换了政府又跳回去，这个是跳啊，所以不能讲因为十四届大选的时候他们是在穆萨那边的，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跳的，这样子比较，这个不对，他们是跳两次 OK。 接下来关于选民和政党的主导性，我觉得两个法其实都像你讲的，罢免法确实是选民需要主导，但是选民不懂得怎样去主导，因为这个东西是蛮新的，所以需要很多民间组织去配合去灌输这个意识，到底这个是很重要的法律，应该用这个法律对付那些失信的或者是纪律欠佳的那些政治人物。但我觉得所谓反跳槽法，我不认为一定是说这个一定是加强政党性嘛，我觉得议员本身也是有那个主导能力，在于他只要能修宪把那个第48章的第6条文修宪过后，我觉得有些人可以像萨利尔这样子辞职明志然后再补选，如果他们是有 case 的话，他们是有一些大是大非的课题他们站稳立场的话，我们要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这是我的分享，谢谢。OK， 谢谢志翰。好，那么现在就请念群来回应。好，我觉得说补选在补选当然是需要花钱，然后马来西亚其实一直以来我们每一届国会选举之后大选之后，其实基本上都会遇到超过，可能到目前为止都是10场的选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会觉得
如果我们今天有引进部分的政党比例代表制，那么就可以避免一些情况下的一些补选。例如假设今天是因为病逝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并没有牵涉到跳槽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可以直接通过比例代表制，再把这个政党赢出的政党他下一位名单上面的这个议员直接填补上来。那这种情况下你其实在以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案例来讲的话，你可能还可以有办法去减少一些补选。那么当然在一些情况下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呀，就可能说这个议员他确实是因为一些立场问题他决定退出这个政党，那么他需要去另外一个政党。那这种情况下寻求人民的委托来去证明说他今天的这个选择是得到人民的祝福，我觉得是必要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今天的整个我们所谈到他跟当初得到委托的这整个情况已经是截然不同，那么今天既然他是带着人民的委托去到国会的殿堂，那么他需要证明他今天的这个决定离开这个人民有政党的这个决定也同样是得到人民的祝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然刚刚静发也提到一点，就是说沙巴的时候这个周选的时候，请问今天我们所标签的这些青蛙能不能够再来一届大选胜出。其实今天我们几个行动党的议员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其实没有一致性的看法，觉得有的觉得会赢，有的觉得不会赢当然如果他们会不会赢，当然第一个前提是他们能不能够就是说代表今天的 PN 或者是布沙杜或者是 UMNO 上阵，我觉得第一个关卡不太容易。那么如果不是用这两个政党，他自己的独立人士的身份去选，他们能够多少胜出，我觉得凶多吉少了，我觉得应该还是属于凶多吉少。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情况可以去观察。可是我觉得刚刚我们讲到说不要高估马来西亚人的智商，我觉得德国人是人，马来西亚人也是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启迪民智，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启迪民智。我觉得启迪民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说，像巴令国会议员在国会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就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风波，也让很多人生气。可是问题是我们已经生气巴令国会议员生气了几次了，就几乎如果不是每一届国会或者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因为他的一些言论生气的话，那么确实他已经就是一个惯犯累累。可是今天他还是在509，他还是得到人民的委托，还是进入了国会殿堂。那么同样的今天这些跳槽的人当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他们能不能够继续得到，就是例如这些阿兹宾阿利的他代表带走的这十个国会议员，他们能不能够在布沙杜或者是阿姆诺的旗帜甚至是帕斯旗帜下上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他今天全部都不是，他组成了一个自己的新党，我相信他们再来接大选一样是凶多吉少。可是如果他们今天是代表着某一个政党上阵，他们又能够继续得到人民的委托，所以到最后其实就是什么样的人民你选出什么样的政府。因为今天马令国会议员能够在就是他的干犯累累的情况下他一样得到人民的委托，这就显示出来了对人民而言他在国会里面所做出那些 不道德的就是不好的那些言论 sexist remark 对选民来说重要吗？对选民来说重要吗？我们谈到说罢免法的其中一个 优点就是进化刚有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满意这个人在国会的表现，例如说出席率太低，我们用罢免法 去把他罢免。国会现在目前来讲我们的条例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出席国会超过六个月，那么你是自动失去资格。当然在一些情况下可能还是可以去申请向国会请假可是现在的条例是讲说你六个月不去出席就自动失效。那么当然现有的问题就是六个月去一次那么好像很容易做到，确实也是，所以到目前为止应该也还没有国会议员因为超过半年不出席国会而去议席闲空。可是今天更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民真的是有很 care 国会议员在国会的出席率吗？这也是我们必须很坦白的问自己的，就是我们会有很 care 我们的国会议员在国会的出席率，他们在国会的言论，他们在国会的 debate 够不够素质，够不够专业吗？所以这些其实也是今天人民选政府的时候选议员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有了罢免法也不见得这个罢免法它会被很好的去利用。如果人民对这些议题其实他都不 care， 他对他的这些 sexual remark 不 sensitive， 他对他在国会的表现不 sensitive， 那么这个罢免法
被滥用，也就是说可能被反对党去策动来去威胁他的位置的可能性，反而大过他被人民真的是很好的去使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不管是反跳槽法或者说是罢免法，甚至说是希望说改善我们的选举制度，引进政党比例代表制，其实它确实都是一些我觉得马来西亚我们需要看到我们民主能够继续改进，我觉得它都是其中一些我们可以参考的方式。可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建立在民智，确实都建立在民智，什么样的人选出什么样的政府，那么我们今天像刚才金发说的，我们可以生气，可是我们要确保说今天的这个生气它是传达成为一种行动，它不能够变成消极。我们当然也看到刚刚的这些言论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消极的，就讲说哎呀两边都没有用的啦，你们两边都是烂苹果。 Well, I must say 两边确实都有烂苹果，可是不表示我们就应该放弃，就表示我们应该消极的去觉得说民主制度就是没有用的。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永远是给烂苹果去统治，真的，你就永远是给烂苹果去统治。可是今天我们不能够允许，就是我们的国家一直被烂苹果去统治，所以如何在生气的情况下便把它变成是一个积极正面的行动，那么也必须去审视我们的怒气。因为我有时候也觉得很为难的一点就是人民也会很生气我们，他讲说哎呀你们做政府22个月都没有把垃圾关去监牢所以有一天如果被无罪释放的话也是你们的错。那么我自己作为一个律师，我会觉得垃圾的 K 其实它的 complexity 就是它的复杂程度也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我们能够用3个月把它丢进监牢，那么也就是西蒙再去操纵司法，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一个正面的好的。所以这我觉得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说不要对政治人物我们不要去神化，我们不能够去觉得说很多东西它确实都能够是在改朝换代之后它就能够即刻做出改变。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同时用这个合理的预期去要求我们的议员去积极的监督他们，同时相信我们是能够选出好苹果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好，等一下呢我会请每个主讲人做最后30秒的这个总结。好，现在我要先告诉大家今天的一个好消息。OK, 这个龙雪华堂天下是线上堂系列，今天的主办单位是龙雪华堂妇女组，可能不得了哦。因为除了刚才我说的100令吉跟150令吉啊，我们另外还收到了以下的文化付费，一个20令吉，一个50令吉，一个100令吉哦。所以今天的这个反应算是非常好哦。那么希望下个星期同样晚上8点一样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支持。 OK, 好，所以现在呢我请三位主讲人各自做最后30秒的总结。金发有请。 OK, 我要补一点谈那个沙巴的跳槽的问题。我觉得沙巴当初跳槽的情况其实是旧的这种永久性联盟崩溃的开始，所以现在你出现了很多选后联盟，他们走在前面，所以我不必然认为说他们是很糟糕的。关键是当初如果你接受跳槽的话，今天你就不应该摆出太高的姿态，你也不应该说别人搞政变是错的，你去联邦搞政变就对。我觉得这点上我们要能够一以贯之。我可以接受今天是党进党出，但是你脱离你本身政党的话，你应该有比较清楚的这个理由，不然的话你是青蛙。所以作为人民我们可以去反对他们，但是可以去惩罚他们，但是我不认为说我们应该把自己摆得太神圣，更不应该说自己喜欢的人跳过来的时候你就拍手，你跳去你讨厌的人的时候你就大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用党派分明的角度去看民主的话，这样的民主是必然失败的。我超时了，但是我要补充一下，刚才那位先生说德国人这样聪明，你没有知道德国在今天走上这个制度之前，他们从1933年到45年之间用了12年是活在纳粹下面的。为什么？因为之前15年的多党民主是完全非一般的失败，所以人民才会拥抱强人。但是德国人转回头来说我们要好好落实民主。所以今天我们的挑战是，如果你觉得民主很烂，你要修复它，而不是说只会骂，骂不会改变这个
世界的。如果仅仅因为生气世界就会变好的话，地球早就是天堂了。所以民主的关键是我们要接受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接受我们不完美的东西，因为民主到最后就是自作自受。套一句话，像极了爱情。 OK， 好，来志翰。Okay， 金发不要生气。我觉得金发也说的对，我们其实没有学完英国的那一套。英国其实有他们同样用新民事制度，也是first past the post， 但是他们有健全的第三党，他们有自由民主 LDP， 还是可以在每一个很多的议席上是跟主要两党竞争的。我本身期待的是在马来西亚也可以看到第三党可以茁壮的成长。如果不改变那个所谓的选举制度成为别代表制的话，即使在现在 first part 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可能，可是很多样的所谓的 incentive， 很多样的那些比如政党的那个 political financing 这些东西，你们不是有提的，我觉得都希望能够改革下去，让其他小党是有资源可以经营他们自己的基层。还有更重要的是必选地方选举第三票，这个肯定是我们要争取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比如讲在州政府的 level 都是用那个地方政府来给那种新秀一个训练的地方。我觉得真正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健全的竞争的时候，是应该是地方政府也有选举，那这样子有竞争还有进步，不然你就是养人而已。所以我觉得除了谈这些，我觉得其实应该要做的改革是包括地方的选举，然后希望 有第三势力能够给这两个所谓有烂苹果的阵营一个监督。好，谢谢志翰。好，念青就行。好，就我觉得就做个小小最后的总结。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这国家要再继续的往前进，或者说现在我们看到了509，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因为509之后西蒙的一些表现，可能又开始人民对西蒙很多的不满，到现在我们看到政府的垮台，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在沙巴可能又会带来对整个政局带来很大的冲击，搞不好我们在联邦在中央的地方也很可能会面临全国大选。我觉得马来西亚政治就真的是这么刺激，就真的是这么刺激。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民要如何去确保说我们要能够肯看到的就是哎，我们要看到马来西亚的整个民主制度是越来越往前好。那么509之后虽然我们做了22个月就倒台，可是不表示大家509的那张选票就白投了。虽然今天很多关于 YNDB 的 case 得到的结果没有我们都没有让我们很满意，就是有不少人得到了 acquittal not amounting dis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cquittal， 或者有些人就直接是被 acquit 了。可是我们也看到纳吉能够在上个星期就是被宣判所是有罪，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整个民主进程里面可能我们往前走了三步，确实也可能也往后退了一步，甚至往后退了两步。可是我觉得总体来讲今天马来西亚的政局它确实就是已经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跟不一样的地方，这些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觉得去庆贺的。毕竟509以前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赢的话，谁能够想象得到今天纳吉会被宣判有罪。那么因为这场宣判有罪，他不能够再来接大选参与选举，他也不能够去继续领导武统，所以我觉得这确实就为马来西亚政坛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可是我觉得任何的改革手段就是制度上的改进，它确实都还是需要以人民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依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人民对于跳槽后门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如果说只是一些人我们说谈到青蛙跳槽的时候我们很生气，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中文报里面继续去恭贺一些人去当官，然后我觉得这相矛盾的一个地方了。那么今天我们真的是生气这些后门政府的人吗？为什么后门政府他们能够组成？因为他们就不觉得他们会得到人民的批判，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就算现在做了青蛙，他们做了后门政府，可是
他这笔账他算得过，所以他才敢这么去做。所以到最后，人民对于政治人物的制约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后最重要的一个依归。那也就是任何一个国会议员，如果今天他要违背党做出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他最起码他必须要知道说他能够向他的选民交代。所以我觉得人民不能够冷感，人民不能够消极的去觉得政治就是两边必然都是肮脏，那么人民就是 无能为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办法用各式各样的改革来去确保说人民拥有这个主动权。例如今天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反跳槽法令，我们说决定说一个人要跳槽你就必须重选，这其实就是还政于民，这就是让选民去更好的去监督自己议员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当然刚刚我们谈到说罢免，英国的罢免方式是让议长去做，我觉得以马来西亚这个 context 来讲，可能就对我来讲，我自己都还是有一点担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议长目前来讲都不能够算是绝对超然和中立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马来西亚的国会选举，国会制度已经改到真的是我们的议长也能够是超然中立的，那确实他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所以民主进程可能就是要按部就班，最重要的是人民不能够放弃自己的权利。谢谢。好，谢谢林群。好，谢谢三位主讲人。所以今天在 Zoom 的这一个在线上的呢，有主办单位龙雪花堂妇女组主席易珠杰，有龙雪花堂秘书处的各成员，有提供技术支援的恩赐，还有主持人龙雪花堂执行长龙维新。好，谢谢大家，下周再见。谢谢大家，晚安。OK， 晚安，拜拜。拜拜，晚安。